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如果说你想以最低成本、最短的时间制作爆款短视频，并实现收益的一个最大化，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各种 AI 工具，简化视频的一个制作流程。例如这三段斯巴达的一个小故事，都是播放几百万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个18万，这里327万，这里461万，都是几百万的一个播放，为作者带来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收益，为作者呢带来了一个高额的一个回报。那么我们打开其中的一段视频来看一下。Ever exist? When Leonidas... 熟悉视频剪辑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呢是一个 AI 工具生成的，图片是 AI 工具生成的，声音也是 AI 自动生成的。那么这个脚本呢是ChatGPT 写的，文字也是自动转录的。同样，我们只要会利用这些工具，你无需知道太多的一些历史知识，甚至你任何都不用知道，也能做出这样的视频出来。看一下，都是几十万的一个播放啊，这个是36万，这个是21万的一个播放。那么我们学会了用 AI 工具，也能制造出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制作这样一类的视频非常的简单，我们用两个工具都可以来帮我们生成一个文案脚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ChatGPT， 你看直接说使用中文帮我生成一段关于斯巴达勇士历史的一个故事，下面一个故事就出来了。同时也可以用我们的当洛的二帮我生成一段历史故事，也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帮我生成好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使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视频脚本很难成为一个爆款，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爆款视频的一个脚本。接下来呢，小鱼儿就教大家怎么样操作。我们打开谷歌搜索 AI Video， 我们选择一个任意的视频转录工具，比如说这个斯密克斯。我们点击进来，登录进去。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谷歌账号直接登录。登录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YouTuber， 这里点一下，返回我们刚才看的一个爆款视频的一个链接，复制粘贴一下，把它输入到这里来。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提取一个脚本。点击下一步，这里我们选一下，我们选择一个国家语言，点下一步，点击上传了之后，我们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正在帮我们生成，生成的时间的话大概需要几分钟。生成好了之后，这里是一个绿色的按钮，这里点击一个下载。这里格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 TXT 的一个格式，选择下载。下载好之后呢，会自动保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那么在这里的话，小鱼儿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新用户登录进来，我们是有30分钟可以免费试用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新手朋友都可以来使用这样一个工具，生成一个视频脚本。那么这个文件上传好之后呢，我们来到当浪的二的一个页面，在这里呢，我们就把刚才上传的一个文件夹给它上传到这个里面来，点击一下啊，我们刚才上传的这样一个文档把它传到这里来。上传了之后，大家能看到它就把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脚本全部帮我们导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已经把它上传到这里来了，我们点击一个回车，它正在帮我们解锁一个脚本。这会儿网络不太好，上面这里我已经把它提取出来了。那么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视频脚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 AI 工具帮我们完成后面的工作，比如说用我们的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个图片，然后再用一些我们的剪辑工具帮我们做成一个视频，再添加一些字幕，添加一些音乐。音乐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也是用可以用 AI 生成。这里我们一个配音啊，一个我们可以选择文字转语音帮我们配音。在这里我们先复制一段文本转语音的一个软件，我这边先翻译一下。这个文本转语音的话，这个视频之前也讲过一期哈，我会把链接放在一个右上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去看一下。那这里的话，我就选一个女生吧，这里选一个稳定性，这里是语言，用英语讲吧。我把这个故事生成到把这个粘贴到这里来，这个还，我把整个故事都粘贴过来吧。点击这样一个生成，正在帮我们生成语音。这个文本转语音也非常的不错啊。很久很久以前，在古老的希腊大地上，
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城邦。可能刚才点错了，用中文说出来也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听一下看。很久很久以前，在古老的希腊大地上，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城邦，它的名字是斯巴达。这个城邦培养了一群无畏的战士，被誉为斯巴达勇士。故事的开始是在一个新生婴儿的哭声中。这个，那么这里就给大家放到这里啊，这个语音已经生成好了。要做成这样一个视频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后续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还要慢慢的去绘图啊，我们还要再去剪辑视频，耗费一个大量的时间。今天呢，小鱼儿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便捷又好用的一个视频生成器。那么今天小鱼儿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不错的剪辑工具，它的名字叫 WOXO。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谷歌搜索一个 WOXO， 然后就会跳出来，我们点击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那么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帮我们实现以上的工作自动化，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做两个步骤就能生成任意的一个短视频。我们使用一个谷歌登录到后台，那么就可以一键生成视频，非常的简单。那么在这里生成一个视频的话，只需要30秒，帮我们节约了大量的一个时间。我们只需要在这下面输入一个故事文案，或者你直接给他一个提示词。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提示词，帮我生成一个关于斯巴达历史故事，然后点击一个蓝色按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正在抓紧收集精彩视频所需的所有信息，预计1分钟，不要1分钟，它就能帮我们生成出来一个视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啊，视频创作扣除了10个积分，我们每个新用户进来的话是有积分可以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已经生成好了，我们点开看一下。In ancient Greece, a small city-state rose to power, Sparta. With unmatched military prowess, Sparta conquered. 是不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在这边，这些脚本都是它自动生成出来的，我只是给了它一个提示，帮我写一个关于斯巴达的一个故事。现在真的是 AI 工具非常的强大，现在的工具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给它一个提示词就能给你生成出来一个视频。平时爱做视频的朋友们，赶紧这个去用起来。在这个旁边，我们能看到这里。添加到时间表，这是一个下载视频，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视频啊，可以直接下载。这里我们可以编辑视频，复制文本，我们点这样一个编辑视频来看一下。那在这里的话，这里面所有东西我们都是可以更改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改它的一个描述词，改它的一个文案脚本。这里生成好的每一段在下面都能看到，你觉得哪一个画面不满意，哪一个脚本不好，都可以更改。那么这里还有多媒体，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把风格给它改变。妈呀，真的是太牛逼了。看一下，这里有动漫风格的，还有照相的，漫画的，奇幻艺术的，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在这里改。啊，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改一个它的音乐，这里面配乐我们不喜欢，那我们可以到这里重新来选，简直太完美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改标题，改描述，改一个主题标签，都可以更改。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自己生成一些图片，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直接从本地上传都可以，我们可以替换里面的素材，甚至可以替换里面的图片，都可以替换。那么了解了这个 WXO 的一个操作后，我这里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做一个历史故事的一个如何制作一个历史故事。在后面都有很多文本，大家可以看立即创建，立即创建，这里有很多文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立即创建，帮我，它这里也有帮我制作一个关于斯巴达历史故事的一个短视频，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一个立即创建，我们也可以在这下面输入，啊，帮我们创造一个历史故事，点击这个按钮，它就在开始帮我们生成，等待10秒钟就能生成出来一个短视频，是不是非常的震撼？效果真的非常的震撼，大家看一下，这个又出来了。这里是斯巴达遗产，勇敢与牺牲。In ancient Greece， 这效果真的是太牛逼了哈，比我们自己做的图片都要好。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在后面如果说编辑视频一系列的，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那么现在呢 ，WOXO 还给了我们免费试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尝试一下。在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它的一个定价。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购买。
就是费用还收的比较合理啊，11.5一个月啊，38一个月。在我们一个付费的情况下呢，我们是可以一键使用它的配乐，它的所有音乐都可以使用，还可以生成一系列的风格。那么这些风格呢，都是一键生成的，只有付费会员才有这样的一个权限。那么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购买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操作视频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今天呢，小鱼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主要教大家如何能够轻松的制作一个视频。喜欢小鱼的，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也可以把它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么之前也教过大家如何做视频，想做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点我往期的一些视频来看，包括视频里面用到所有的一个链接啊，所有工具的一个链接我都会放在下面的一个描述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去描述栏找。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